老师，你这又准备干嘛呀？是啊，今天咱们班啊竞选班花，这个黑色袋子里面装的是起泡胶，这边呢有提示，今天你们做起泡胶，谁做的颜色相近或者相同，谁就是咱们班的班花。哦，哇，太刺激了。老师，我也能参加吗？貂蝉，你是男生，看着就行了。我吧，近朱者近墨者，近朱者近墨者是什么意思啊？胖妞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我不告诉你。胖妞，你就给我说说嘛。月月，你不用听胖妞的，胖妞肯定不会，她在装会。谁说我装会的？近朱者绿，是绿色啊。绿色，嘿嘿。行了，赶紧做吧。知道了。全挑水。我要开始做喽，先加胶水。我也要加颜色啦。哎，胖妞，你怎么做个红色啊？哦，貂蝉，是这样的，我没有绿色的颜料，所以只能做个红的了。反正我也不想当班花。哦。同学们，做好了吗？老师，我的做好了。我也做好了。月月，你怎么做个绿色呀？老师，近朱者近墨者不就是绿吗？谁跟你说是绿的？胖妞啊。难道不是吗？胖妞，你怎么能误导人家月月呢？老师，我没有误导她，我只是觉得近朱者近墨者就是绿色的。老师，你这不怪胖妞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颜色呀？是啊，我也很好奇。这里面啊，老师先不告诉你们，不过老师啊已经定好了，班花就是胖妞。啊，是我？这也太意外了吧。这随便加一个颜色就能当班花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颜色呀？